现在医院闯，只是现在要进行的是进气循环清洁，以及节气门部分的清洁。因为此车款，它必须将节气门来做拆卸，运用这个专用的电子节气门的清洁剂。来做以擦拭，将这个边缘的脏污来做清除干净后，再施一组装备式的进气循环清洁剂。这是刚刚所清出来的，车的里程数大概在两万五左右。内侧的部分。擦拭的清洁方式来处理，这个进气气管的部分就必须靠药水的动态导入来做清洗。待会要施作的位置，是在这个节气门后方，由这一条管子，这条管子来做导入。完成，这个真空管接好，正在做发动。目前发动的同时，我们接这个真空管来到车内。引擎护压的吸引，现在来连接。进气歧管清洁剂装备时，转速1000到3000之内，来回的吹加油门。让它以负压的方式导入歧管。